在报警的，我来报警，替我的孩子被非法拘禁，被他非法扣留。第二，我汪小飞实名举报徐熙媛长期滥用药物，我现在在这边报警，我汪小飞现在是来报警的。但是让你们知道，在你们看到镜头背后这人是什么样的，实名告发徐熙媛、徐熙娣滥用史蒂诺斯